对，很厉害，谢谢。我吃得很饱，那我想要吃包子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那我想要吃地瓜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谢谢要说什么啊？谢谢啊，谢谢你要说什么？谢谢。你要说？你说不客气。客气。对，不客气。啊，现在换你喽。那这个是早上、中午、下午。啊，你早上想吃什么？去跟老师说早上想吃什么？睡饱的时候，睡醒的时候吃什么？包子。包子，好，包子要什么时候吃？什么时候吃？早上。现在吃还是早上吃？现在吃，好，现在在中午，中午在这里。去放着，宝宝去放中午的位置。放中午。那你晚上要吃什么？那你晚上想吃什么？这个还记得是什么吗？这是地瓜。对，地瓜。那地瓜晚上吃，晚上哪一个？这个。对，晚上这个。啊，那你早上只能吃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鸡蛋，早上在这里。你是宵夜。睡醒来的时候。对，睡醒的时候想吃鸡蛋。好哦，那这边是一台食物列车。嗯，那这边有这么多食物，这边还有，那你把它放在列车上好不好？好。好哦，好，来开始。一个开始，一个放。对，哪一个？一个放一个哦。好，鸡蛋你想放哪里就把它放着。好，放下去。对，厉害。好，再回来拿包子。哦，没有放稳，没关系，老师帮你放。可以，这样很稳的 ，OK。阿汉去拿包子，好。好，包子要做第几个？第二、第四个，好，放上去。对。阿汉拿甜甜圈，甜甜圈知道是哪个吗？橘色的甜甜圈，来弄弄弄弄。老师说这里有甜甜圈。甜甜圈好像还有另外一个。把甜甜圈拿去放好。好，那这边还有一个甜甜圈，你找一下。再找一个甜甜圈，甜甜圈放一起，放在一起。阿汉找地瓜，好，地瓜，地瓜嘞，好，你要放在哪里？地瓜放哪一个？好，可以。那阿汉找一下吐司，对，好，把吐司拿去放好。对，很棒。好，拍手。继续，宝贝，披萨在那边，披萨，认识吗？披萨跟蔬菜。菜菜要吃吗？菜菜，好哦，好好吃。你早上要吃这么多？家里没有吃饱？有没有吃很饱？有。有。嗯，好。好。谢谢老师，有没有？谢谢老师。谢谢，哈哈。对，那这是一个游戏，让他可以学习成语。